啊怎么啦？啊！我只是不小心站在小雨的桌子上，然后我的警戒就一百了。哇！屁战！你那个是不是有什么警报器之类的、啊？好有画面哦、喔！啊、有没有人画出来啊？杰克在桌子上背景。对啊，我跟其他观众讲，然后如果你看有人在问烂问题或者干嘛，反正他就是在刷存在感，你就不要理他就好。嗯，他会觉得很忧郁。干爹会帮你们把他就是洗掉的，洗出这个画面。哎、欸，小雨嘞，我、哦、看到他了，我来了咪。然后一上来工作室，吃饭时间。那哎、欸，先下去好了，先下去好了。好，先下去。等那么久。啊，那我顺便拿这个叉子嘛。看看有没有叉子。好了。看啊。他们。可以来，小雨。还有一个要来吗？没有。小雨，你要不要？你要进来吗？好。哦，看到他想冲过来了，他开始挥拳了。他被狙击了。我来了。狙击。然后没人帮他开门。狙击啊！我卡卡掉这。我想说可以加减魔，哎、欸，可以耶、欸，铁锤跟球，哎呦，哦，十趴吗？多少、啊？那我搓一下、我可以进去吗？可以敲十二，哎、啊，十二好猛哦、喔！哎、欸，你那个流啊，想说那有点浪费，多两趴。没关系啊，那我要去买，我要去买铁锤了。我没能量了，我喝个能量。好，也被关在门关。工作时间，小雨我们走。欸等一下，我要拿那个卡。帮我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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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开门！等一下啦，等一下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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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杰克刚刚在楼下，杰克刚刚在楼下。哎、欸，没有要把卡拿走。哎、欸，这有什么东西？哎、欸，巧、啊，小雨，啊、开门！哎、欸，杰克，你先下来，杰克，你先出来，杰克，你先出来，工作时间。快点工作时间了，等一下又运动了。看，救你！对，救我！快！救你！很忙，很忙。没工作，还是要去报道啊？要去点名哦！哦天哪！开个门啊！没人要帮我开门、啊。刚刚就跟你讲了，你那边逃。就你、哦，看你也来不及了啦，因为你两个人，我还是敲门好了。妈，你真的难敲哎、欸！还有一小时，还有一小时，可以。哦。洗澡，感谢七七七，好，把我的东西藏起来。我要挤过去，过去啊，按错，过去，过去。啊，你卡片没带身上的吗？我放在箱子里。我隔墙，那是我刚刚敲墙壁敲剩下来的哦。我要过去哪里啦、哎、他叫我用去教训巧克力耶教训巧克力巧克力在哪就地下室啊还是往厕所怎么样我去看看、啊、我快不能工作了我不能工作了寶寶你在哪里啦这是飞机那边 啊小雨你没让他下来哦、喔、啊丹尼我在被追等一下哇了不及了了不及了了不及了比喻时间，我要死了。嗯，莫名其妙啊！我走来走去啊，是狗闻到那个违禁品是不是。违禁品呢、啊？这有人来救我吗？就只有小雨有卡卡，又在他箱子里面哦。你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好啦，好啦，等一下啦，回家拿个卡啦。不要逼一个病人讲这么多话哦。哎、欸，巧克力卖铁锤55块，哪里？我去。淋浴间，淋浴间，好。娘娘贵人是怎样？对。我有几个任务好了，赚点钱。哈基。淋浴间。大哈基。拳，这是一拳。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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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那个敲。啊？谁？啊？哈基出现了。对呀、啊。那他有铁锹哎。哈基要我去偷泽平的东西。有铁锹？怎么？对啊，刚刚巧克力也有卖铁锹，我是一起买起来了。等一下，这附近很多，我怕有狗。等一下、
我困在这个楼梯。好了，要去了。你不要一直催，楼下很紧张哎。我也很紧张，我已经两个东西没去了。那也是我们很紧张啊。快点啊，你不是要出来、欸？等一下，我掉下去了。哦，这个人哦，你去被电死算了啦。你去电死啦！皮诺可是抓出去电死好吗？哦，电死！白痴，后面有警察追我，要去藏卡片了。这个队友怎么回事啊？哦、掉下去！天哪、啊！有没有木棒？要不要把卡给你啊？我一直放我这边。给我吗？想通了吗？就拿卡片压力很大吗？我不想要拿卡片啊。嗯，你给我，特别还有一个雷队友，不要不要丢这里，不要丢这里，警察在这边。我想说，没有警察。上面，这里这里，丢出来，丢出来。啊，你任务是什么？我走了。啊，气死！杰瑞的马桶、欸，有没有木棒啊？找木棒。有啊。你要木棒吗？嘿，这是上次棺材的地图啊、哦！是啊，杰克的抽屉有吧？我记得没了吧？应该找到了。那我记得那个谁，下面一个房间有。有找到了，我找到了。嗯。堵。老开，有了。杰瑞的房间是哪一个？在下面吗？何皮。哦，杰瑞这里。胶带 ，OK， 好。点名啊！点名啦！点名。我可以做十字镐了。好，帮我找胶带跟木棒，我可以升级十字镐。胶带跟木棒有，我好像有。红框的不能用吗？还是可以用？什么红框、啊？什么意思？这上面这两个可以拿吗？哪两个？哦。哦，可以，可以。可是我没有交代啊。来，我这来，我家。你要几个？你是要木棒还工作把手？交哦，木棒跟交代。好，我有，来我家。过头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木棒我找一下。木棒我有。哦。为什么？谁又打起来了？对啊，那两个这个不能做哦，这个不能用哦，任务道具不能用，现在改掉了。那我这边有，我这边还有。感谢礼物。你要用什么？我需要木棒。我这边有。这是任务道具的木料。对。哦，白痴哦，名字不一样啊。哎，一样啊。哎，这个也是任务的、啊。为什么不让我做？为什么？不是吧？那个是没有框的、欸。哦，可以，有了，还有没有胶带？有。赶快，我时间快不够了。这，你带回去做，你带回去做。冲啊！冲啊！不要，我进来了，没事。好，没事。我做了一个金稿子了。好。等下，这个胶带也是不能用的啊。为什么你们拿到那么多不能用的东西啊？拿来那么多？杰克，可以。他拿什么解任务的？是不是、啊？他要直接点哦，他不能直接用配方直接点哦。你要一个一个把它点上去，是？对，可以了，那还是可以用。好了，警备下降，李明儿。哎呦，卡！我们有金稿子了。OK。好。哦，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次。又有铁锹。一拳卖铁锹，一拳在哪里？要找一下啊！巧克力卖铁锤，我要买了。好，哎、欸，我找一下一拳啊，一拳是被买啊，一拳没卖了啦，啊，怎么那么快？我不能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木棒，这个需要，看看还有什么，走。我在密谋什么？没有。哎呦，对不起。哦，有，我有木棒了，啊！还有要什么吗？对不起，让我走。想干嘛？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身上有什么贵重物品？没有。好，就只有一个错刀而已。好。嗯嗯嗯。嗯，好。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就等一下，有人要去开门吗？可以啊。我讲可以没有用啊，卡不在我身上啊，卡在我身上。原来我要回去拿。巧克力没卖东西了，没有，我刚买走了。不是不是，他刚有结了有。哦。结了铁锤，我买的。好。嗯。我觉得我们铁锤数量应该够了。可以啊。应该差不多了吧？这还有一个铁锹哎，要。铁锹的话，三三，哎、欸，是不是要打架？又打架，又打架？怎么又打了？怎么又打了？再來是工作，嗯，工作时间，等一下，嗯，谁要先上去帮我把门开起来？我先把一些贵重的东西什么，你先放在左上角的房间，警卫不会进去。左上角的房间好，嗯，左上角。就是那个青色门上面有个房间，我在里面丢很多东西。哎呦，工作一下。下面那堆杯子是这刷好感度的、啊。可以无限量。嗯，也不是无限量，无限量嘛。都是有人去工作弄出来。好好，我先去工作，我先去工作。好。那狱警的发言让人越玩越气，还好吧？我都没有在意狱警在说什么。够王。哎、欸，小雨早，我帮你开门。好、哦。我那边放了很多贵重物品。有，走，我们先去放。啊、走走。卡片放到小房间就好啦。哦，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我们先对，先敲一下，因为等一下是那个，对啊，等一下就魔影，嗯，多敲一点是一点，没有，等一下是淋浴时间，好，刚好可以再上来再进行，快了快了快了，啊，没能量，这个能量到底怎么吃啊？能左键吧，嗯、一右键，就先放在自己的主手，然后按使用吧。我一直把它空白的、啊、哦，空白键。锻炼时间，我没能量了，一次能量耗多少？你吹不出来，因为好像在看那个，看你的体力。我是体力练满了还是超快的？为什么？你又怎么？哎、欸，我们先下去好了。因为是我做了一个棒球棍，它不是违禁品吗？嗯。然后我交给喵哈，在门禁前交给他，然后他经过门没事。人家 NPC 啊。对啊。可恶！有时候看会不会会有那个门响了一下。你想太多喽。想太多喽。锻炼，我看看谁先到啊？对你有违禁品吗？没有。你怎么走下面？忘记了。啊！不啊！不，最后一秒，完了！我到了，我没到。哇！多了一只狗狗，我去洗澡澡。一个澡。最辛苦。瞧。最辛苦。不会、啊，我们没有忘记主线啊，只是你看都快十点了，所以、嗯、我们在努力的完成主线啊，嗯、没错，嗯，这一关很难就忘记主线呢、啊，对啊，这关很难呢、欸，我觉得这是比较麻烦，因为要敲很多，嗯，等一下上去了吗？我帮忙开门喽。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胶带或木棒？没有啊。你我按。想一下哦。嗯。胶带，你去翻我的箱子看看，木棒也是，翻翻看。好。
有木棒，有胶带，还缺一组木棒胶带。一组哦，一组是多少单位？我那边一个一个，可以。小雨那边有吗？我那边箱子好像有，还是圆圆的，忘记了，在那个厕所前面那边。看一下你的，没有。哎，圆圆的吗？这个吗？嗯，看看有没有。一次一趴，一趴没有，没能量了，洗澡。